待会呢是酷儿影展的开幕典礼，那我会以变装皇后的身份出席，那现在就来化妆喽。好啦，完成，这是今天的妆，因为我会戴一个帽子，所以我没有打算画眉毛。来啦。我们现在在开幕的现场。李冰，别不要跑，别那么近嘛。看发光的那一块。是这样挑逗，他这边会容易流下来。Hey bitch，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喝酒喽。我脚筋在痛，你现在上去抢来。我觉得你今天没有唱是对的吗？那你没有准备我的。你就清唱之类的。好的，我今天要帮范恩维化成 Tracy Martell。完妆了，是不是很美丽呢？哒啦哒啦，长得好像。Trixie Mattel， OK， 哦，好美哦 ，I love you pussy。就是游行了，然后我现在好像有一点肠胃炎的感觉。为什么每次有大型的表演或者是活动，我就会身体欠安、身体不适呢？在准备礼拜六表演的有一个胸部，呵呵呵，礼拜六表演的那个衣服，非常的凌乱啊！这个假发它上面有一点坏掉了，想说修补一下，但是越修越丑，哎 ，whatever。今天是什么？嘎啦同乐会的国际嘎啦。国际嘎啦同乐会，International。李冰 ，Hello， 是纪晓君。然后他等下会唱歌。就这样。带你出。是布农族的，后面是布农族的古调，而且好亮，我好害羞。你们没有吃饭的话，双手借我挥动一下。有荧光棒吗？会唱的话，大声唱。笑唱来越深焦，就像只快乐鸟，想你一定知道，你是我的姐妹。会唱吗？
在唱哪里表演？他们还有非常激烈的床戏。床戏我们几分钟？那个导演？那个制作人？20分钟是不是？经理？2分钟，不好意思。对，不管是20分钟跟2分钟，我们都还是要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两位演员出场，欢迎周贤中，欢迎苏达。那我们现场有没有苏达的粉丝出一点声音，好不好？